听说呢，打棒球的这个中间一定要有力，像是我们吕杰就是一个打棒球的练武奇才。来说说看，据说你是练武奇才，对不对？我是协调性的。你就最灵活的胖子吗？为什么呢？投球哦，但你力气大不大当然是有差，但是力气不是绝对的，是你的协调性哈，就是你出手那一瞬间，包括所谓扭腰啦、甩手、踢脚，要在同一时间蹦起来而出去。踹一下。现在踹吗？秀一下。然后你要看到、哦、很多那个投手，他在那个休息区啊，你看球底下掉。他在干嘛？他就是在习惯那个出手的瞬间，这样要丢滑球 slide 出去掉起来。你试试看，你看，你不要以为这很简单呢，不是这样，你脚要转啊。这个，啊，拍他。你 slide 出来先掉落来嘛，所以也要有这个感觉，你球要掉起来，吓、嗯啊，所以。另外动作是这简单呢，试试看，这个应该是今天你最容易胜任的一个部分。对啊，他们刚刚进来还讲说我要去跑垒，怎么跑，怎么打。你说这样的吗？我好像很蠢。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，绿都台湾就在森立。